早前结束的一场季前赛焦点战，湖人107-124不敌掘金。赛后詹姆斯表示他很高兴再次回到赛场上，他称赞球队的空间和节奏都不错，他还认为湖人的跑动和防守有提升的空间。等了91天也等了8年一文，读懂詹皇身披湖人战袍首秀，詹皇谈湖人首秀惊吓。湖人引进了不少新援，其中包括詹姆斯、朗多、史蒂芬森、比斯利等人。对于这支新湖人来说，他们还需要时间去进行磨合。就拿本场比赛来说，当詹姆斯和朗多同时在场时，湖人的进攻看起来不错，但两人下场后，湖人有点找不到方向，同时他们的防守也不太好。詹姆斯这样说道，上场打球并听到球迷们的欢呼很棒，我们知道会有一些挣扎的时刻，我们的跑动不太好，防守端也有崩溃的时候，但我们可以努力提升那方面，你会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东西。我们需要将球转移起来，在场上分享球，将球从一侧转移到另一侧，我们得在防守端交流起来，四处都照看一下，以及争抢篮板等等。我们的空间不错，球队的节奏同样很好。这是詹姆斯在湖人的首秀，经过一个夏天的训练之后，他终于又再次回到了赛场。詹姆斯这样说道，再次回到赛场上很棒，对我来说这是一段新的旅程，这里的球迷太棒了，对此我非常感激。职业生涯至今，詹姆斯先后效力过骑士、热火和湖人。谈及穿上湖人球衣，詹姆斯表示，穿上其他球衣是一种不同的感受。我最开始穿的是圣文森特圣玛丽高中的球衣，随后我改穿骑士球衣，接着是热火战袍，再接着又穿回骑士球衣，现在我穿的是湖人战袍，这是不同的感受，我会适应的。新的湖人需要建立化学反应，这里不开交流，詹皇认同这一看法，球队内部会有很多交流，我们经常交流的今日比赛中的一些阵容搭配，我们甚至在训练时都没有练习过，看到我们有能力那么做是很棒的一件事。谈及在圣地亚哥作战，詹皇说道，回到这儿打球很棒，我很享受，我当初是在这儿结婚的，这是很棒的地方，风清凉。